欸，我要被压扁了，呵呵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小班可以安安啊？他不是跑到第一吗？他会挂哦。哎、欸，小班你不是在跑吗？为什么可以安安？哎、欸。你不是在跑，太神了吧！那我来表演一下，原来还有这招。小黄啊，使出大绝招，边跑边聊天。哼，这个我也会。我觉得我们，被观众破梗嘞、欸。笑死。快点快点嘿这个我也会嘛，边跑边打字。再来啊！回不去。哎、欸，我怎么画面回来的时候我第二名啊？是有人被我害到啊？我刚刚画面跳出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已经打好了哦，我以后要复制贴上。所以博阿斯现在还要开台吗？这很像什么挂春春宝贝啊？他什么时候加入我车队的？